在对门是吧？我看看啊，大哥这是喝了不少酒是吧？嗯，今天喝了点。哎呦，喝了酒。我说你俩卖哈。嗯。啊？你先看看呗。啊，给你卖哈。嗯。嗯，是老的。是老的吧？这是没啥的，老奶奶传下来的给。是老的。这是德华窑的。嗯，倒带了，清带了，清带了一度。我看看有没有冲线，有没有坏的，这太脏了。应该没坏。你要多少钱？要多少钱？你看出吧。看着出是吧？你说多少钱，大姐？你想要？嗯，我想要咋的也得给个四五百块钱呗。给个四五百行吗？嗯。那给五百块钱行吗？有点少点呗。你不是说要给个四五百吗？怎么？我说要那些，你可不得给这些，不给再涨点吗？是不是？你说给，怎么也给个四五百？哎呦，给六百。六百有点，我还想买，还不想买，感觉到是老的，那您这样吧，我就给您说一个我能出的，对吧？嗯嗯，你们这边我经常来，我就实实在在的。这多少清碗漆的，这是德华窑的碗，嗯，对吧？看着可能看着是，哎，画的有点糙什么，这德华窑，德华窑就这样，就有点发肉发麻的，但是是老的清碗漆的，一对儿哈，嗯，一对儿我给八百块钱，这个价你别人来绝对给不了这个价了，你这正好是一对儿，这应该是个小茶碗，再添点了，八百块钱差不多了，我怎么也得挣个一两百块钱，对吧？俩，对吧？你看着呢。卖不卖？啊，1500。咦，大哥真喝多了，这个。大姐刚才是说卖500，四五百，俺给他500，他又让俺再添点，俺说600，六百，他说他想买不想买，俺说俺最高能出到800块钱，俺不坑你，俺不骗你，俺得挣点钱，对吧？俺说过呢，一是为了拍个视频，然后呢，再一个呢，也是为了，就是说俺也为了挣点钱。这是老人给留下来的，不想买，这是个碗。是是是是是是是老人留下来的，但咱你们也没有啊，肯定是老人留下来了，对吧？这个价已经不少了，啊。咋的？你看着吗？你看着能出多少钱吧？就是八百块钱。1000万。1000，俺给你出到1000，你可不能再反悔了，对不对？你要是说是，你要是光是这样逗着俺玩，俺觉得就没啥意思。你刚开始要四五百，俺给了，这边你又一问他，又说1000，这样我觉得就不是太好，对吧？咱实话实说。1000块钱，俺也能给你，俺能挣点钱，对吧？人家出门也不容易，那就卖给你了，是吧？是吧？是吧？还有别的吗？那1000块钱哈，行，还有别的吗？我这里还有一个罐子，过年那拿了放在这里了。哦，我看看。嗯。我看看。哦。这个罐子吗？嗯。我拿到这边来看看。扑克牌是吧？嗯，一会儿再拿吧哈。哎，您说对，您说卖的话我再拿。嗯。哦。都是土哈。嗯，在那放着。嗯。现在唱了。是老的，这个也是老的。我先找个布子擦一擦。太脏了，这个布吧，行，这个布，对，我擦一擦，不擦，那个嘛，看不出来，哎，对，它有点线，有点啥的，我看不出毛病来，这是水是吧？嗯，没事，我有，哎，我得好好擦擦是吧？你看，仔细看，哎，对，它有。
这因为这个东西不是几百块钱的东西，是吧？嗯。我把这土啥的，哦，这是茶叶哈。嗯。我擦擦这口，要是有坏了，咱就那个嘛，是吧？咱就说坏的价，品相好呢，咱就说品相好的价，是吧？我仔哦，对对，仔细看，因为我下乡收获我也不容易。这个是老的哈，这个应该是清晚期左右的东西，博古花卉的，盖子没了吧？盖子还能找着吧？找不着了，我这那么长时间了，谁也不放着了，早都没见过盖子了。盖子着了，我还把这一对吧拿过来，咱别一会儿踹了。这个你想卖多少钱？我看这个品相也挺好的。这个你想卖多少？怎么也得跟个这两个碗的价位。一千块钱。嗯。一千块钱我能给你，一千块钱。那我有药少。你还有的？你不能这么。看着你给人写痛快呢。你一千块钱我还给不上我。嗯、你这个没过过价吗？你应该没有，这个人们让你看都是一直放东西在那里放着，是吧？嗯，对啊，你这一说我就看你没有过过价，你都不知道多少钱。我是真不知道多少钱，黄心子是一个花果在那放着，是花子，是花子、嗯、这是一个博古的，这个罐子不小，有个盖子，太漂亮了，这种地儿了不多见。品相我也看着也挺好，品相也挺好。您不知道多少钱，我给您个，我咬着牙给哈。嗯，给个最高价。哎，给个最高的。嗯。也绝对对得起您这个罐子吧。嗯。给三千块钱，行吧？三千块钱，我都没想着你能给那么多。不，您不用想，我凭良心买，我挣一块钱，我挣一百块钱，我挣的是良心钱。还能再给添点吧？不是，我出多少钱，你也说还能再添吧？我得挣点，我就因为。开车大老远的来是吧？给3200，也最多了，再多了也不添了，没啥意思了，对吧？我咬着牙了。行，看了你挺实在的。是吧？因为大姐你也挺痛快的，是吧？对，这还上面还刻了一个人字儿，仁义的仁，仁义的仁，可能您祖上啊有一个带什么人的。这是老辈的事儿，咱都不记得。老爹记不着，我这样把牌给你拿出来啊。牌倒到那里就行。好嘞，管了哈。这样的话，这个是3200，那个是等于是给您啊，这牌甩甩上。这个是3200，那一对碗是1000块钱。嗯。啊，1000，这样的话一共是4200块钱。